欢迎收听长篇官场小说《省委班子》，作者许开珍，第126集。杨富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他今天那是格外的出彩呀，打扮的也漂亮，穿的虽然是机关里常见的套裙，但因为里面衣服配得好，他实在是穿出了味道。普天成怎么看那叫个怎么顺眼呢？比起杨富家的得体和夺目，沈小莹就有些见拙了。他呀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，也想引起人们的关注，可他选择了一套奶油色的套裙，显土，款式也有点老旧，更重要的他脸上没有光彩，那个光彩不是能打扮得出来的。武天成对他有点惋惜呀，这曾经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，当年她的风光绝不在今天的杨富家之下，她是济东官场的一枝花呀，又管着广播局和电视台，走到哪儿都有人簇拥。也许是风光来得太早些了，就像花开得越早那就败得越快呀。但他脑子里旋即又冒出了另一个念头，这朵过早衰败了的花还有机会绚丽的绽放吗？似乎啊，杨富家今天的举动给了他答案。这个杨富家呀，以前还真未发现他也是个人精啊。宴会的气氛热烈而又愉快，翰林书记今天也是放开了，杨富家他们轮流敬酒，翰林书记也都一一喝了，还主动跟人大李主任和政协谢主席碰杯。翰林书记今天对李主任和谢主席那是给足了面子，那份亲切劲儿就像他们曾是老战友啊，两位老同志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。杨富家更是几次端过酒杯，客气而又不失分寸的给他们的热情加温，两位老领导也是能喝啊，要是换成了普天成怕早就给喝醉。普天成发现杨富家上任虽没多长时间，但激动的形势明显发生了变化，再也不像徐兆虎在位时那么令人不放心了。他甚至猜想啊，翰林书记有意跟两位老领导亲近，目的就是想把王化忠他们给彻底的孤立起来，依靠老的团结中的发展小的，这个永远是官场的法宝啊。果然第二天普天成就听说了，王化忠在人大大发脾气呀，骂李主任他们是叛徒，是一群小人，一群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伪君子，后来呀被李主任给轰走了。参观济东工业园的时候，杨富家突然给凑了上来，悄悄地跟普天成说，一直想谢谢秘书长，就是没机会，要不今天晚上我请秘书长坐坐。普天成抬头看了眼远处的翰林书记，笑道，哈哈，这么多首长在，你就不怕他们提意见？杨富家捋捋头发，样子亲切地说，没事的，
晚上书记有事，他约了几位企业家谈话，盛明啊，不用我陪的。跟企业家谈什么？工业园搞成这样子，还不都是他们？蒲天成望着眼前貌似繁荣，实则捉襟见肘，马上就要停工的吉东工业园，忧心忡忡的说道。一提这个，杨富家的脸色也就暗了下去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：哎，吉东工业园搞了4年，他们一直报喜不报忧，我到吉东后才发现，他们拆东墙补西墙，把省里和国家给吉东的投资都转移到了工业园，就这工业园还是启动不了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一言难尽啊。项目技术含量低，前期缺乏考证，为了求速度一哄而上，结果呢还没建起来，哎，就成了大包袱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哼，还没想好主意呢，请你们来那不就是想听听省里的意见吗？杨富家莞尔一笑，看不出他心里啊有什么负担。但蒲天成却觉得杨富家特意安排让调研组参观工业园另有目的。他仔细的盯住了眼前的这个女人，忽然觉得她有些陌生，也有几分可怕呀。工业园参观果然让翰林书记大发雷霆。听完常务副市长高健的汇报，又看了3个半死不活的项目，翰林书记同志把市直各部委的领导给招来，就在工业园区开现场会。会上，翰林书记一改几日来的温和，突然对吉东的4大班子提出了质问：这就是你们搞的工业园？你们每次汇报都说工业园是吉东的希望，是吉东工业救市、工业兴市的重大战略举措，省里为此不惜代价的支持你们，从政策到资金，哪一点做得不到位？可是你们呢？你们自己看看，就这半拉子工程，就值得你们大吹特吹，就值得你们一次次的把它拿到省里当着政绩来标榜。市人大李主任马上接过了话：我有个请求，请省委组织工作组查清工业园资金的下落，还有征地过程中的诸多黑幕啊，给咱们吉东百姓一个交代。翰林书记转向李主任：让省里来查，你们人大是做什么的？既然知道有问题，为什么不督查？李主任低下了头去，政协谢主席刚说了一句，翰林书记就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：我现在不想听你们解释，吉东工业园到底有没有问题，问题有多大，省里不派工作组，你们自己查，人大和政协的同志都在，你们能否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，能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，不是表现在嘴上，而是要看具体行动。人大李主任当即表态，一定要履行好人大的职责，切实帮政府把工业园建设中的问题给查清楚、查明白，让工业园尽快的建成投产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主播，精彩继续。第
林书记在冀东的做法让普天成既喜欢那是又担忧啊。喜的是翰林书记借着别人的手发力，可以不显山不露水的将徐兆虎他们置于矛盾的漩涡之中，从而彻底的让他们丧失反扑的机会。冀东工业园是徐兆虎到冀东后抓的政绩工程，现场会所在的冀东生物制品科技公司是由王化忠的女婿投资建设的，王化忠也持有股份，听说这家公司已贷了好几千万呢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公司起死回生的可能性那是为零啊。这些线索纠结在一起，就很有文章可以做了。但普天成还是不敢太过高兴，相反他心头的阴云那是更重了。普天成这样做那不是他的风格啊，难道他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把冀东这块疤给彻底的割掉？再者普天成也发现了，翰林书记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表面的东西了。第二天下午四点，普天成正在听取冀东几位县长的汇报，李元突然打来电话问他在哪儿，接电话方便不？一听李元的口气，普天成就知道出事儿了。他走出了会议厅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什么事儿？还用我出来接电话？”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啊，广环可能出事了。广环？什么事？普天成脑子里嗡的一声，脚步僵在了那儿。目前情况还不是太明朗，广怀方面没有上报，我这也是从其他渠道听到的。都什么圈子？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明华夜总会又死人了，死者是一位16岁的女生，是早上8点从明华夜总会8楼跳下来的。什么？秘书长，还有更坏的消息了。我刚才从广怀那边证实啊，死者家属及围观群众将近300多人。他们包围了明华夜总会，还把什么？还把交通也割断了。目前群众越围越多，情绪也越来越激动，都说要找那个耿明煌算账呢。广怀方面出动了警察，围观群众不但不撤去，还跟警察动了手。警察？谁让出动警察的？还能有谁？汉武书记呗，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乱弹琴！武天成骂了一句，愤愤地压断了电话，而后他迅速将电话打给了乔若轩。乔若轩的电话通着却不接，普天成连拨几次，最后竟成了盲音。他气得骂了句脏话呀，简直就想把电话给砸掉。过了一会儿内心稍稍平静些，他又将电话打给了王静玉。遗憾的是王静玉的手机却关机了。不可能啊，如果真出了事儿，乔若轩会不接电话？还有王静玉是秘书长，这个时候他的手机怎么能关机呢？普
楚天成怀着侥幸的往回走。他想啊，兴许是李元道听途说啊，如果真的发生了警察跟群众对持的事儿，广怀方面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省委上报，那么翰林书记就会第一个知道。就算翰林书记不知道，于传庆也该打电话通知他。刚走到会议室门口，他又突然停下了脚步。明皇实验一直是杜汉武跟乔若轩矛盾的焦点，也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导火索。明皇出事，乔若轩会不会故意给躲起来？会的，一定会。武天成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，他转过了身，迅速的离开了宾馆二号楼，回到房间，马上就将电话打给了于传庆。还好，于传庆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他也知道了点那边的情况。于传庆说：“事情发生四个多小时了，广淮方面并没有上报，但相关消息已经传到了省城，我正在落实。”武天成盯住于传庆，迅速查清事件真相，第一时间通知他。于传庆嗯了一声，毕竟是秘书长啊，知道这事儿的厉害。跟于传庆通完电话，普天成又将电话打给了汪明阳。汪明阳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夜总会的小弟跳楼，这种事多，您秘书长紧张什么？放心，您忙您的，有消息我及时汇报。”普天成想骂汪明阳啊，又觉得这个时候发火似乎不应该啊，会乱了脚阵。汪明阳如此态度，他也懒得跟他叮嘱。知道，你啊还是过问一下。这件事我感觉有点不大对头啊。是秘书长。合上了电话，普天成还是不安的。夜总会的小姐。李元说的很肯定，跳楼者是一位16岁的女生，一个花季少女，什么事儿值得她付出生命啊？还有明皇夜总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里边会不会有其他的文章？正犯着急，床头的电话响了起来。普天成接起一听，那是王静玉的声音：“怎么回事？谁让你关的机？”普天成没好气的骂了一句：“刚才手机没电了，我换了电池，就看到您打来的电话。”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普天成克制着自己，尽量装得平静些。跳楼者是18中的女生，听说已经失踪半个多月了。目前学生家长和群众在明皇夜总会四周设了路障，50多辆出租车还有10几辆私家车也参与到其中，情况正在往恶劣的方面发展。乔若轩呢？他在哪？市长一大早就去永川检查工作了，现在联系不上。普天生再也不敢侥幸了，凭他对明皇实业的了解，还有现场群众的愤怒情绪判断，此起事件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隐情。这个时候乔若轩不在现场，那是说不过去的。你马上联系乔若轩，就说是省委的命令，让他火速赶回广淮，到现场处理问题。另外你也赶到现场，有情况随时通知我。知道了，我一定按秘书长的指示办。
通完电话，普天成瘫坐在了床上，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。按原定计划，这一天他们就要赶往广淮，只是杨富家让调研组看了工业园，翰林书记这才决定在吉东多留两天。他不知道是翰林书记的运气好，还是杜汉武和乔若轩的运气太差，但凭直觉他预感到乔若轩的灾难来临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主播，精彩继续。第128集。到了晚上八点，广淮那边还是没有确切的消息。王静玉没打电话，乔若轩的电话也依旧不通。普天成的心里那更加没了底呀。下午吃饭的时候，本想就这件事儿跟翰林书记透过气，一看翰林书记跟李主任他们谈得很好，他没敢多嘴，草草的吃了几口，借故胃不舒服就回了房间。不大功夫，杨富家打来电话问候，问要不要去看医生。胡天成说道：“你呀，还是安心陪领导吧，我这点小毛病还犯不着惊动大家。”秘书长的小毛病在我来说那就是大事儿，要不我上来陪陪你。哎，别，你还是忙你自己的事儿吧。啊，说完抢先一步给挂了机。吴天成躺到床上啊，脑子里无端的涌出了很多可怕的画面，有些那简直是血淋淋的。这是父亲给他留下的后遗症啊。父亲患的是胃癌，死的时候非常痛苦，因为很长时间吃不下饭，父亲就成了一把骨头。父亲连续几夜抓着他的手，说他看到了以前的战友马二狗、杨土娃、刘土改。父亲一个个报出他们的名字，那都是普天成以前从没听说过的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说的是他死去的战友啊。父亲说他看到了血，战友的血，敌人的血，雪山雪河。打那以后，只要遇到了刺激，普天成的脑子里就会涌出红色的场景。当年民工事件发生后，普天成长达半个月睡不着，只要一闭上眼，脑子里那就是血呀。他从包里取出了药片含上，这是一种进口药，可以帮人镇静，对心脏也有好处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他的心情好了点，不那么发急了。他想到外面走走，正要出门，胡兵进来了，拎着两袋水果，后边还跟着一位漂亮的女性。普天成的眉头一皱啊，他不喜欢别人往他的房间乱带人。胡兵赶忙介绍：“普书记，这位是吉东电视台的肖记者，他母亲跟您是大学同学。”同学？普天成略略有些惊讶呀，下意识的将目光转向了女记者。女记者拘谨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普叔叔好，
我叫肖丽红，我妈妈叫林雪，蒲叔叔可能不记得了。林雪？武天成瞪大了双眼啊，没想到啊，会在这儿见到了林雪的女儿。瞬间，一张端庄而又秀丽的脸浮现在了他的眼前。他仔细的盯着肖丽红看了半天，说道：“行，你跟你妈长得真是太像了，来来，快坐快坐，胡兵啊，快请肖记者坐。”吴天成的热情让胡兵松下了一口气，他还真怕吴天成教训他。肖丽红这两天变着法儿缠着他，非要到吴天成这儿来，他实在那是被缠急了，这才大的胆子将他给带来。谢谢蒲叔叔。肖丽红的嘴巴很甜的说了一句，便在一张小凳子上坐了下来。胡天成又盯着肖丽红看了半天，脑子里浮现出许多的往事来。怕是没人想得到，大学的时候，胡天成曾经暗恋过林雪啊。怎么说呢？也许那就是他的初恋吧。只是啊，后来因为父亲的缘故，他才没敢将那份暗恋给表白出来。父亲把话说得很清楚，这辈子除了老乔家的女儿，他休想把别的女人带进普家。父亲一辈子发号施令惯嘛，他习惯呀，别人按他的意志来活，谁要是敢跟他讨价还价，你就等着瞧吧，他就会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逼你投降。普天成打小就知道父亲的命令那是不可违抗的，父亲让他娶谁，他呀那就得娶谁。你母亲还好吧？吴天成收回了乱想，问肖丽红。肖丽红的嘴唇动了动，没说话。刚才还红扑扑的脸瞬间就阴了，浮上了一层让人难过的表情。蒲天成立马意识到了什么。怎么？肖丽红咬咬嘴唇说道：“我妈五年前已经去世了。”蒲天成的心猛的一痛啊，后悔问了刚才的话：“不好意思。”没有关系。肖丽红很快的回过神来，脸上就又有了笑，伸手捋了捋垂在额前的头发。他的这个动作又让蒲天成想起了林雪呀。尽管印象模糊，但经肖丽红这么一翻板，立马就变得活灵活现了起来。肖丽红告诉蒲天成，他妈妈是出车祸死的。五年前的夏天，他妈妈随单位的人到九寨沟游玩，结果车子掉进了大峡谷。武天成长长的哦了一声，生命无常，他现在真是听不得这种悲痛的消息。人在某个年龄段对生命的担忧和恐惧就格外的强烈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跟林雪一直没有联系。后来听郑冰元说，林雪嫁给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男人，那男人好像有海外关系。蒲天成还一直以为林雪早就到了国外，没想到啊，他还一直生活在陕西呀。不管怎样，能见到林雪的女儿，蒲天成还是很高兴的。
简单的问了一下肖丽红的工作，还有他父亲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肖丽红扬起了脸来，大方的说：“他想采访一下普天成，请普天成从吉东老书记的角度谈谈吉东今后的发展。”采访提纲我已经写好了，普叔叔，您先看看。肖丽红将采访的提纲递给了普天成。普天成接过提纲，却没有看。他不喜欢这种采访，尤其是在吉东，一个官员只要离开他执政过的城市，这里必将对他是骂声一片，这已是目前的一大特色。前些日子于川庆去南淮，同样遭到了不少人的围攻，但他呀又不忍心拒绝肖丽红，想了一会儿说道：“我就不谈什么工作了，这样吧，你回去重新准备一下，明天啊采访省委的翰林书记。”真的？肖丽红兴奋极了，能采访省委翰林书记，对他来说那简直就是个梦啊。他从凳子上弹起身，正要说话，猛见胡兵在一旁拿眼睛瞪着他，他知趣的收住了话筒，眼神不安的看着普天成。普天成装着什么也没看见，笑笑冲胡兵说：“就这样定了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晚点我去跟翰林书记说。对了，采访时间不能过长，十分钟够了吧？”肖丽红不甘心地说：“蒲叔叔，您就多给点时间吧，好不容易有那么个机会，我还想多问问翰林书记几个问题呢。”“不行，就十分钟，就这还不知道翰林书记能不能答应。”肖丽红吐了下舌头，兴奋地告辞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主播，精彩继续。第129集。直到第二天中午一点，广淮那边的确切消息才传来。王靖玉说，死者身份已经确定，是广淮八中高一学生，半个月前在网吧失踪，家人以为他离家出走，学校也向公安局报了案，但是没想到他会在夜总会呀。事发后，有群众看见明皇方面用一辆面包车拉走了十余名女孩，都是未成年少女。有目击者称，有个女孩想从面包车中跳下来，被压车的两个男人打晕了。随后就有学生家长赶过来，自动围住了明皇夜总会。目前包括明皇实业总部所在的两条交通要道都被群众给封死了，全市的出租车全部罢运，集中开到了两个路段，出租车司机参与到了声援队伍中。死者的尸体仍然停放在马路上，群众轮流看护。杜书记已经下令，要求广安市公安局务必于今天将尸体拿到。拿尸体做什么？胡天成不明白地问呢。杜书记，是怕有人拿尸体做文章，更怕死者家属把灵堂设在市委门口。公安跟群众没发生什么冲突吧？前后起了四次冲突，两辆警车被群众烧了，三名警察受伤，群众也有受伤的，目前双方僵持着。乔若轩呢？他到了没？
乔市长还在下面，永川发生了泥石流，三辆农用车被埋，市长正在现场指挥救险呢。这坏事儿啊，挤到一起来了。武天成心想啊，他再也不能犹豫了，必须告诉翰林书记，要不然事情会朝着更可怕的方向发展。也就在这时，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突然打电话给蒲天成，说广淮事件已经报在了网上，网民的情绪非常激动，说啥话的都有，目前跟帖已经达到了几百万条。最担心的事儿，终于还是发生了。蒲天成就怕好事者将此帖贴到网上啊，他就真的给贴了。如今啊，凡是只要一到网上，政府就一点战斗力都没了，网民们是不会听你解释的，他们呀，只要一个结果，严惩幕后凶手。而这个幕后凶手并不仅仅是个明皇啊，网民们会不屈不饶地逼迫着你挖下去，你稍微搪塞一下，网上新一轮的攻击那就会展开。蒲天成处理过几起类似的事件，他太清楚网络的厉害了。叶部长怎么说？蒲天成问新闻处长，叶部长指示我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，监控网络，暂时先不要做引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说完，蒲天成就往翰林书记的房间走去。官场、商场、职场、情场、竞技场，皆如战场。蒲天成的人生哲学是否正确？他又将如何应对眼前的局势？是我。您的定转战评是我更加努力的动力，让我们下集再见。翰林书记打开了门，蒲天成没敢贸然的走进去，就站在门口。翰林书记说道，进来吧，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进了房间，蒲天成就将发生在广淮的事儿给说了。翰林书记的表情变化着，显然他还不知道广淮发生着如此重大的恶性事件。怎么现在才汇报？之前情况不明，所以没敢惊动书记。两天了，你们还都搞不清楚情况，还要你们这么多人做什么？翰林书记猛地将水杯给摔了下去，他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可怕性。蒲天成刚要躬身捡杯子，就听翰林书记喝道，还愣在做什么？马上通知开会。十分钟后，调研组全体成员来到了贵宾楼的会议室。翰林书记冲到蒲天成发了一通火，然后命令道，你马上赶往广淮，全权处理这起事件，需要司法部门介入的迅速让司法部门介入。蒲天成说了声是，抓起了公文包就往外走。两个小时后，蒲天成赶到了广淮，同时他也接到了杨富家的电话。翰林书记带着调研组已经回了省城，现场情况远比王靖玉汇报的要乱也复杂。蒲天成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明皇夜总会所在的宁安路已经是人满为患。离明皇夜总会不远的明皇大厦前面也黑压压的站满了人。
人们的情绪都很激动。普天成从围观者那里听到了不少对政府的谩骂，也有人公开提到了杜汉，也有人提到了他妻子乔若轩，说是官商勾结，逼良为娼，还有人骂当官的禽兽不如啊，丧尽天良，糟蹋女孩子。有愤怒者将矿泉水瓶子砸在了政府竖起的宣传牌上，交通早已被堵死了，砸毁的两辆警车早就被大卸八块，轮胎成了人们坐屁股的垫子，汽车残件随处可见，不远处一辆公交也被掀翻在了马路边，从车号上看是市委的官车。大约有50多名警察站在离人群300米处，情绪不安地看着这边。普天成观察了一会儿，掏出了电话打给了王静玉，说他已经到了广淮。王静玉问确切位置，普天成说10分钟后我到宾馆，你把公安局的领导给我叫上。普天成没住在淮安宾馆，而是住在了离明皇夜总会较近的华都大饭店。跟他一同来的还有省委政法委何学智副书记，这也是翰林书记安排的，怕他呀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康住下，王静玉就赶到了，一看来的只是王静玉一个人。普天成问，让你叫的人呢？王静玉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关上了门，说道，现在情况很复杂，我想还是先不要叫公安局的同志好。为什么？普天成甚感疑惑呀，王静玉的样子就像是在做贼呀，让他的心里越发起了疑惑。杜书记给公安局下了死命令，今天晚上拿不到尸体就让他们辞职，另外杜书记也要求此事没有他的批准，任何人不能把消息透露到省上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主播，精彩继续。